为什么要洗鞋啊？没有，是真的，画面洗的。哦。刚刚大家看到的是，从美国开始推动的无痕森林运动，英文是 Leave No Trace， 然后中文翻译成无痕森林，意思简单来说就是在森林里面的活动，人类如何能够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那这个运动跟我会从这个事情开始讲，无痕森林运动呢，某种程度是步道上面的软体。就是游客的行为如何能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所以它有七个原则，然后它有一些背景。那我待会简单的把这个七个原则讲一遍。其实呢，光是无痕森林的课程就本身就是可以是一个半天的课程，室内课。然后如果说是户外的话，可以是一整天，可以是两天，可以是五天，甚至是更长。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讲很多东西很有趣的一个游客怎么样从自己自身做起，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好，那但是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重点是手作步道。好，所以我会从无痕森林里面有几个原则会跟步道有关。那手作步道呢，它就相对来说是步道的硬体的部分，怎么样可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所以今天在一个从软体的部分，然后讲到硬体的部分，他们之间是有关联性的。我们待会看那几个原则的时候，好，那刚刚大家看的影片就是美国的 Leave No Trace 这个组织，他们拍了很多的影片，刚刚是短的，而且是没有英文的，所以我想说我们看那个比较快，因为它没有字幕嘛。好，那所以刚刚大家在那个影片里面看到些什么？就是在还没有开始讲这几个原则的时候，大家有看到什么？有就是要处理好垃圾的问题。OK， 还有火，用火。后面他们把火熄掉啊，对，要妥善的用火。还有呢？刚刚的。他的意思，刚刚那个没有把七个原则演出来，但是他其实是要让大家看到呢，不管什么样的户外行为都跟无痕森林有关。从攀岩、独木舟、游泳、潜水，甚至是在国外的无痕森林运动已经发展出雪地的、城市里面的、开四轮传动车的、钓鱼的，所有的户外活动都有他的那七个原则里面分别不同强调的重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
所以我才说他其实要讲可以讲很久，而且要针对不同的主题有不同的内容。好，那我只讲一个概念，因为我想要把它引导到我们这个布道学里面最想谈的是手作布道的部分。好，首先它当然一定有一个背景啊，美国当时为什么开始要做这件事情呢？主要就是当非常多人跑到户外去，这种大众旅游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啊，那对环境影响包括啊，你可以看到地表植物的损害啊，土壤侵蚀啊，树木成长，动物的生态栖地被改变，然后具有历史价值的人文史迹被破坏啊，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美国开始啊做这件事。那是在1960年代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然后1980年代的时候推 LNT。那台湾呢？台湾其实大概是在周休二日之后，这个情况就变得很严重。大家记得什么时候开始周休二日吗？哇！1998年。对，啊，差不多那时候就是政府正式的通过。当然，在之前呢，有一些公司他们个别可能有啊，周末放假，但是并不是一个。所以当有周休二日之后呢，假日出去玩的人就变多了。那它就是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状况啊，像我在2012年的时候受邀去中国大陆开始推动无痕山林，也是中国大陆现在开始有非常多的大量的游客，你看到什么五一啊、黄金周啊、十一啊，啊就很恐怖啊，过年啊、春运啊都是，所以基本上无痕山林都是在。发生了这种很大量的人跑到户外，然后对户外造成影响之后，开始了一种反省。那他希望能够做到，就是对个别游客的行为能够去做一些约束啊。像这里有提到一些状况啊，在台湾的，刚刚是说台湾有200多座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所以爬山其实对于这些位于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是环境。敏感度非常高、非常脆弱的地方，可是人开始非常多人去啊。比如说最有名的被破坏的地方是哪？就嘉明湖，就是大家它明明就是一个很，其实还蛮不容易的3000公尺的山啊，可是大家就把它当作自家后院啊。然后呢，包括去浮潜，或者是去。离岛骑摩托车这些事情，它其实对当地来说都有一些新闻报道里面提到的问题，对。然后呢，其中跟步道最有关的是践踏冲击，很多人踩的这个步道，有一些状况是很多人踩它就变得很泥泞，啊，那也有一些状况是踩了以后寸草不生，这跟降雨量会有关系。然后它硬度增加，跟土质有关系。它如果是黏土，它就会变得非常的硬。其实景美山步道，在那个我们要施作的这海巡署支线，它的土径呢，也之前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大量的人的践踏，导致土壤硬度增加，地表植被、土壤中的生物死亡、土壤流失，步道宽度增加，树的根裸露或路基塌陷。其实我们在看新闻那一周，大家还记得吗？那时候不是说丹凤山那个树根裸露，大家觉得很好。其实那个表示它有践踏冲击，啊，只是说一般人其实没有想过说为什么树根会裸露啊。那另外就是游客常会留下很多垃圾，或者是在那个树上或者是石头上刻字，啊，我们大概已经快要过完这个阶段，但是很快就有陆客又补上了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发现，那这个垃圾呢，有那种有系统的丢，或者是游客随手丢的。那我们最常看到是什么垃圾？那个是大家我们在讨论到垃圾的时候就在讨论到，好，就是这7个原则涵盖了所有的无痕山林的概念。通常呢，第一原则就是所有原则的。就像物理第一原则一样，就是它是所有原则的根源，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做到这个，大部分其他的都做得差不多。是什么呢？就是事先充分的规划与准备，在去之前，
要先做好当地的功课，知道那个地方，比如说属于保护区，要不要申请，然后天气怎么样，会不会要过夜，这些东西。好，那甚至呢，我们待会讲到这个适当的处理垃圾、维护环境这第三原则的时候，它也会跟事前充分的规划与准备有关。比如说我们在上这个无痕山林课的时候，我们会要求大家把包包里面的所有的东西摊开来，然后我们看第一个这个重量，啊，这些东西会不会让你没办法过？有些哪些东西是不用带的？你的食物有没有事先去除外包装？如果你可以去除外包装，用保鲜盒或者是用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带上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减少垃圾的产生，你在山上就不会有丢垃圾的需求，对不对？或者说你事前在规划你的饮食的时候，你已经想好不要用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开那种过夜型的菜单的时候，就是不要煮得太油，然后呢通常吃完主餐之后再加一个汤，怎么样加一个汤呢？就是水进去，然后把那个锅子 洗一洗，然后喝掉，就是它就是一个汤。那如果或者是说你把它煮成稀饭，然后不会有剩食，对，所以事前如果计算好一个人应该要吃多少克的热量，然后呢是带合理的而不是带过多的，那所以开粮食或者是团队的人员的组成不能太多，比如说上百个人上山，通常都会造成过多的食物，而导致山庄附近有很多的厨余，对不对？好，那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指说，每一个原则它都会跟事先充分的规划与准备有关。如果这边做好了，后面很多事情就可以减少在山上发生的问题。好，好，那第二个是在可承受的地点行走宿营。基本上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有露营地的地方在露营地露营，有步道的地方走在步道上，简单讲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太奇怪的。适当处理垃圾维护环境，刚刚大家在看影片的时候看到，而且这也是最常见的问题。那待会我们会再看一下垃圾有哪些，哪些要怎么处理。好，保持环境原有的风貌，简单讲就是以前不是有说什么除了足迹什么都不留，除了照片什么都不取，是不是类似像这样？好，所以这就是保持环境的原有的风貌，我们不要从山林里面拿走任何的东西。好，然后减低用火对环境的冲击，基本上呢减少用火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来替代，以免用火会造成的其他的问题。好，尊重野生动植物，考量其他的使用者，这七个原则目前大家这样大致上听完，因为我还没有讲细节，我大致上听完觉得自己七样都可以做得到。一二三四五其他人是哪一样觉得比较难？算好食物，算好食物，事前充分的规划与准备比较难。我有时候其实你会太累或吃不下或是怎么样，我觉得那个还是会有一些变化。嗯，其实要给厨余这件事，我觉得蛮重要的。不会啊，如果你把厨余分下来，是你厨余。对啊，对，好，也是对不对？好，只是你会变得下山也很重，对啊。对。好。所以有三个人说他可以做到七样。好，我们来看，事前充分的规划与准备，其实我刚刚已经大概讲了，重点就是团队的组成，你要考量大家的登山技巧，然后选择适合的地点，了解当地的气候环境、结果、大众运输，如果需要过夜要先找好，不要走一走走到最后摸黑，然后连头灯都没带，对，那就很危险。然后可能地图也没带，指南针没带，然后就很容易迷路，对不对？然后如果需要入山，可能有一些手续要处理啊。好，那个原则很快的，大家可以理解。好，在可承受的地点行走宿营。刚刚我说有步道走步道，
有露营区的地方在露营区，那没有步道的时候怎么办呢？如果是在一个很敏感脆弱的环境生态下，这个时候会强调大家尽可能的分散行走，很少人到的地方，环境很脆弱的地方，不要大家走成一直线，踩出一条很明显的痕迹，就是分散，每一个人走不同的路线，不会留下痕迹，对不对？好，那当然，另外一种状况就是现在大家看到有步道的地方走步道，但是这个步道呢中间积水泥泞，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所以这就跟事前充分的规划与准备有关，对不对？啊，事先如果爬中级山，尽量穿雨鞋，就不太害怕这个问题。好，还有这该怎么办？遇到泥泞的步道该怎么办？你会怎么走？你会怎么走？就这样走过去，不管有没有穿雨鞋。对，你基本上你会走。所以你不怕把鞋子弄翻，真的你会就这样走过去。那其他人呢？啊，其他人会怎么样？你们会怎么样？你会不会往想要往旁边倒，想要踩旁边的植被，以免还是？有一些泥泞是会整个脚陷下去拔不出来的，好，有这种地方啊。好，其实先机岩之前的状况就是这样，好，就是那一段那个我们去做手术的，有一段它全部积水，它水都没有地方出去，然后呢，大家就一直往旁边踩，一直往旁边踩，结果呢，就让这个路越来越宽，植被破坏越来越多。好，那遇到这种状况。游客很难真的走在这中间，虽然我们在无痕山林的时候说避免走在步道边缘造成步道面积加宽，但是对一般人来说很难，对不对？好，所以这其实是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步道设计的有关系，对不对？我们在看这个，当你在爬这种水泥石阶的时候，你会不会像这样往旁边踩？会，你会走在旁边的草地上，为什么？那就不用走石阶了，走在泥土上比较舒服。对啊，走在泥土上比较舒服，走石阶不好，不好，膝盖会痛。很多人都说不好，膝盖是不会痛啊，只是很多人都说走久了膝盖不好。哦，因为他的步伐没有办法。步伐不对，看你自己的步伐，对，去随着你自己的那个，就是从头到尾，脚程，从头到尾都是一直用一只脚。对啊，因为它有的阶梯宽，有的阶梯窄，你那个步伐很难提升。对，或者是说，大家有没有那种经验，是从头到尾都是用同一只膝盖一直在用力？对，下山也是，上山也是，有没有有这种感觉？对，习惯。所以，这个问题，当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叫人？一定要走在步道上，有步道走步道，只是你做得到吗？做不到。好，可是你发现这一条对你来说很难，对不对？本来我们都觉得很简单的，但是遇到这些状况，为什么会这样？好，所以它跟步道设计会有关系。哦，比如说我们在做步道设计，为什么会变这个样子呢？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台湾当然是因为土地比较小，然后山一下就拔高。哦，所以大部分的步道其实都有这种特征，就是它一开始的时候一直爬一直爬，然后爬到可能上面的时候走的是比较平的，尤其是我们在大台北的郊山，感觉都是这样。好，但是即使是如此，哦，其实如果步道的路线不一定要走这么陡，可以尽可能，如果可以改线，尽可能改得比较平缓，它也可以减少这个问题，对不对？可是我们呢，
通常都会求效率啊，快速登顶，对不对？所以上礼拜才又再去走了一次那个象山，要上那个拇指峰，就是那个上那个上面，哇，那真的是超陡的哦，就是没有办法找到别的路线去替代啊，然后要很快速的从停车场到山顶最快的选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就很陡，很陡呢，一般人爬不上去就要设阶梯。他设阶梯之后，人家硬走在上面的人膝盖会痛，你看他包着护膝，对不对？很多广告也都在卖那个药啊，告诉你说吃了这个就可以去爬石阶，对不对？好，那不走这个上面的人呢，就走旁边，走旁边就会违反无痕山林的原则。为什么？因为你看人踩到寸草不生，光秃秃，刚刚说践踏效应，对不对？然后下雨的时候，雨水从山上冲下来会冲哪里？就是冲这两边，所以会造成什么呢？这个土壤冲刷，行人侵蚀，然后这个路基就开始不稳定，然后这个路就坏掉。啊，如果坏掉的话，大家就觉得啊这样不耐用，所以又在铺水泥去补，然后就这个步道就越来越硬化。那可是问题其实不是出在，就是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无痕山林是讲软体，也就是游客行为怎么样自我约束。可是如果违反人性或步道设计不良，这个硬体有没有可能去改变？啊，才有可能让人遵循无痕山林守则。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会跟那个手动步道会有关系的案例。好，第三个原则，适当处理垃圾，维护环境。简单讲，就是所有带进去的，通通都要带出来。你们觉得能做得到吗？可以。保特瓶可能可以，对不对？啊，如果是橘子皮呢？可以吗？你觉得？装的东西带着，装放带。OK。所有吃的东西都装袋子，不管它是橘子皮还是香蕉皮还是苹果核，那大家都做得到吗？真的、哦、好厉害、哦、我们这一班比较奇怪啊，不是一般人应该会觉得反正就是可以分解嘛。你如果去爬焦山还会常看到什么瓜子壳、花生壳，有没有？然后就是就在那里交代，你们真的都做得到？做不到。我之前如果去爬观音山，我如果吃橘子的话，我会把橘子皮就直接丢嘞，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回归。但是如果很卫生纸，我就不会丢啊。对啊。对，这就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啊。为什么？刚刚我们讲到厨余哈，就是不管是厨余还是果皮。基本上都说带进去的通通都要带出来，那你们觉得为什么橘子皮是可以回归自然？其他人有没有觉得有不一样的想法？哇，橘子皮很难煮坏。那香蕉皮？香蕉比较容易。在做实验对不对？好，那那个呢？橘子的籽呢，就会长出小橘子啊，搞不好橘子树啊，不好，真的不好，下次去就有橘子可以吃了。生态呀，生态 ，OK， 好，其实这里面有分几个议题啊，哈，一个是说，假设你要爬的山是。海拔比较高的山，或者是温带比较冷的地方，你丢这些东西，它是绝对分解的速度会非常慢，因为就好比你丢这些东西在你的冰箱一样，你如果把你家厨余每天回收以后冰冰箱，你不要会发生什么事，就不会腐败。好，那但是在低海拔的时候呢，大家通常都会觉得说，基本上它会。分解，而且速度应该不慢，对不对？那但这样子有什么不好呢？一个，我们举苹果核来说了哈，
一个可能性是，这些现在的水果很多都是外来的，对不对？进口水果，它是外来种，它不是这个地方的，所以它长出来好不好呢？好，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外来种里面，比如说我在讲苹果核，之前有发生过有一种蠹虫是会在苹果核里面一起来的，所以当你在野外吃完，然后把它丢掉，那不是只有长出一个苹果的可能性，还有这种虫，它会在这个地方可能没有天敌，对不对？好，还有什么呢？它有可能会让野生动物去找来吃，尤其是这种人类吃的处理。好，那尤其是在山屋的附近、凉亭的附近，它会形成，大家都会，如果你们有常在爬山，会注意到，像什么金翼白眉啊，它就其实是垃圾，对不对？然后或者是山上，像台林山庄附近不是出现什么黄喉貂吗？这些东西，它们都是原来有它自己的习性、食性。但是人常常丢这个食物之后，他会习惯在这里翻找东西吃。这种东西不一定对他的健康好，因为人吃的东西很咸嘛，对不对？好，然后所以不一定对他健康好，而且改变了他的野生动物的习惯，而且他可能会对人没有戒心，对，他就开始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那像美国的案例就是，美国现在很头痛的事情啊，你们如果去美国国家公园看哦，他们的那个垃圾桶啊，什么通通都是要做防熊的设施的，因为熊会去翻找。然后这几年发生很多起黑熊攻击人的原因，是因为他或者是在台湾就是猕猴攻击人，有没有？就是大家习惯，他已经习惯要吃人东西。然后你如果到户外，开始有些地方你只要塑胶袋一打开，松鼠就出现了。有然后猕猴就出现，通常都是这样。然后那个他们就有可能会来抢，而这个过程就会发生人跟动物之间的冲突，然后认为说这些东西很危险，然后下次就会去扑杀这些东西。之前不是开始有在杀猴子吗？好像觉得他们量太大啊，所以造成人跟动物之间的冲突。那当然，他如果习惯了以后，有一些动物他会在就算没有人啊，他如果发现有那种塑胶袋装着一些食物，它就会把它吃了。但在吞食的过程中，塑胶袋也有可能会噎死它。有很多的生物其实是这样。所以还有一个状况是，像比如说丢那个果瓶，只要有第一个人丢，后面再来凉亭的人看到有人丢，就觉得反正会腐化，就会丢。对，那也许我说也许哈。你一个人丢，其实真的对自然环境都不会有我前面所说的这些影响，但是它可能会影响其他的使用者开始觉得可以这样做，这就是所谓的破窗效应，任何一个垃圾只要丢在那个地方，就会让其他人觉得这是一个丢垃圾的地方。我想你们住社区附近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吧？对，然后最后那个社区附近都还要立一个牌子说。在这继续在这边丢了，这里全家死光光，对吧？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它就是一个破窗效应，人家就会认为说从此以后就可以。那这个都是问题。那当然呢，有些人会说把垃圾烧掉，好不好？这会涉及到下一个原则，就是适当处理的火的使用，对不对？之前雪山就有发生过那个。上厕所上完，然后卫生纸就想要用火把它烧掉，结果那个风一吹，它就开始飞，然后后来就变成森林大火。好，那所以尽可能的也不要用火来烧这些东西，而且有些东西是不能完全燃烧，而且燃烧还有可能会产生带凹心。对，我们常跟原住民去爬山，原住民的习惯。就是那个排骨鸡面吃完以后那个铝箔袋，就然后就把它烧掉。那那个其实这些东西不能完全燃烧，燃烧会释出有毒物质，然后或者是吸引野生动物的注意，或者是造成它们恐慌。所以不管怎么样，
最简单的还是所有带上去的都带下山分类。那刚刚我听到后面的我们的天使群说了一句，说到橘子皮的时候说，事前把橘子皮剥好放在保鲜盒里面带上去就好了，对不对？你就不会在山上有一股想要丢橘子皮的冲动，对，因为你根本没带上去。所以这就跟事前处理垃圾有关，然后千万不要买了野生动物也会把它翻出来。好，刚刚讲都是垃圾，那上厕所，上厕所你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可不可以把自己上厕所的东西都带出来？啊，最高级的目标是要，但是一般人做不到。那但是也不是在所有的这种环境里面，它的分解速度还是不一样。但至少呢，卫生纸是一定要带出来。大家对于卫生纸为什么要带出来有没有疑虑？还是觉得卫生纸其实好吧，就算不要把它丢了，大家看得到，把它埋起来可不可以？为什么要买？一样就是会分解的问题。分解的问题，啊，对，尤其是大家出去的时候通常带的是面纸，啊，面纸里面其实它有加一些让它不易分解、不易腐烂的材料。那所以呢，尽可能的啊，卫生纸也还是都带下来啊。那小号基本上没有问题，小号其实你就在户外就是解决，其实不会对自然造成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那比较大的问题是大号啊，如果没有厕所的时候，那通常我们在讲那个一般的状况，我们会教大家刮猫洞。啊，自己随身带一个铲子，然后挖一个洞，然后把它埋起来。啊，那挖猫洞有挖猫洞的方法。啊，那如果是在像去美国的一些那种，阿拉斯加的国家公园这些，它是终年都是冰层，或者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去爬珠穆朗玛峰的基地营周边有很多结冻的粪便这件事情，大家知道吗？就那个新闻不是有报。然后就说，这个全球暖化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就是可能会发生，对不对？吓死了，对不对？啊，那这种状况的时候，其实像在美国的这样的国家公园，他们会发给你一种密封袋，铝箔的密封袋，然后里面有一些芳香剂，然后有一些卫生纸，他就要你呢。还是要上在那个密封袋里面，然后把它背出来，因为你把它挖猫洞埋在冰里面，它也不会消失啊。所以不同的环境处理排遗会有不一样的。原则上呢，那个台湾有一个叫做米亚山登山学校，他们就会推动大家哦，我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用这个把自己的便便背下山啊，这是在。做的比较极致一点，而且是在高海拔然后比较冰冷的地方啊。那但是不管怎样一定要埋啊，如果你就直接大家上山一定有看过那种卫生纸花然后便便一坨，对不对？那就会第七原则是什么？考量其他使用者啊，有些人还会不小心踩到，对，所以不管怎样一定要埋。好，你要问我什么？没有啊，我说其实那个概念就是像说你带猫狗然后让他们在外面去上厕所，然后你一样后面跟着就是去把它收回来，就是这样子，对，一样的概念啊。是，对，没错，啊，所以尽可能的都把它带走。好，保持环境原有的风貌。你发现的留在原地，发现什么呢？有可能是松果，有可能是枫叶，有可能是石头，很漂亮的纹路的石头，有可能是羽毛。有可能是贝壳，或者是像我们在做古道勘察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啊，比如说这猕猴头骨啊，或者是那个日军的头盔，日本时期的酒瓶，就是或者是那个艾子，就是那个绝缘体啊，我们常会发现这种东西。当发现这种东西的时候，你会克制住冲动，不把它带回家吗？
可以。所以你们没有捡过松果，没有捡过枫叶，回家夹书签。哦，好，也有人会捡羽毛啊，对不对？有时候那个很漂亮的一个羽毛，也有可能把它带回去。那基本上无痕山林其实讲的就是说，还有包括那个什么，大家知道阿朗伊古道之前常发生的，人家去搬石头，把石头捡回家，说哦这很漂亮，然后会很多人去溪谷里面特别找石头。我这次跟朝政去大陆，他们有一个古道。那古道是慈禧太后那个时候要去妙峰山进香，然后呢，那个有一个太监，我叫忘记叫什么名字，那个太监他为了要让慈禧太后这个轿子很好走，所以他就募款去铺了那个石阶，那铺的非常的，整个全部铺上去很平缓，其实还蛮好走，然后那个石头非常多，他们那一段叫做善来金阶，为什么叫金阶呢？一阶石头的造价是一两银子，然后呢，整座山全部都是石阶，所以就是很贵的意思，有很多黄金在这个地方。那现在的这个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就看到那个石阶这边缺了一块石头，那过一会儿那边缺一块石头，我还想说可能是被水冲走还是怎样，可是其实不太可能。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呢，有一些人他们会带着放大镜去找一种叫做青玉石的东西，就是他们知道当时铺的这些石头里面有一些属于那一种石头，他们就会把它挖走，啊，就是这些啊。大家觉得你能不能做得到这个原则？可以，可以，好。那在步道上呢，如果我们看到古道，刚刚说的那个善来金阶是一种，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对游客个人，我不要做，我要维持环境原有的风貌，我不要把东西拿走。可是我们却常常看到我们台湾有非常多清朝时候日据时代的时候古道呢被工程翻修成现代化的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保持环境原有风貌的时候呢，除了我们要强调除了对游客个人之外，其实不能只准什么州官放火，不许百姓连在，对不对？政府做的是有系统的在翻修古道，然后翻修成新的样子，然后其实民众也很支持。民众为什么很支持呢？因为他们觉得哇，这种古道啊，看起来好像掌心太会滑啊，啊，或者是说这个年久失修啊，干脆把它用成现代新的水泥花岗岩，大家比较觉得比较好走，对不对？其实很多民众是这样。那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发现的还给它原貌的时候，其实这一些古道它就展现了这个地方的原来的特色，比如说。这一段啊，这一段是在那个观音山林口台地那附近啊。它是因为有非常多的红土，所以它用那个现地的卵石来铺铺面，让这个土壤，这红土的特性就是那种很黏，下雨的时候泥，干的时候就是天晴的时候很干很硬，然后它也很容易冲刷，所以铺这个东西会比较好走，对不对？那这种呢是以前挑扁担的时候走的路，啊，大家都这个故事大家听过吗？没有啊。这个地方在新竹北埔啊。当时他们想要修复这一条古道，这条古道叫千段旗，一千个阶梯，很陡的意思啊。然后，当时我去看这个古道的时候呢，我就第一个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为什么每一颗石头可以这么工整，长得一模一样？我们一般想到的石阶就是用，我看看有没有下一张。好，你看，我们都会用现地的原石，对不对？所以不可能有石头会长一模一样，基本上就是有一些规则，但是不会长得一模一样。像这个是安山岩，这是鱼鹿古道。鱼鹿古道的做法是，清朝的时候120公分，中间用60到80公分的石头当中间，旁边铺一些小石头，
然后这个是砂岩，它做了一些切割跟堆砌。这是卵石，这个是砂岩。好，那你可以看它基本上都是用石头线粒剪刀的样子去铺。好，那刚刚这个比较特别，你看是不是每一个都长得很像水泥玉柱的板子，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就问他说，你们这个石头怎么可以长得一样呢？他带我去看这个他们溪底的大石头，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有很多的小洞？好，那这种石头，因为它没有那种纹理，它不是那种传统切割石头，你钉出那个洞之后，按照这个缝隙切割，打下锤子打下去，它就会切开，它不能啊。所以呢，它的做法是钻出这些洞之后，把木头削尖，然后插到洞里面去，然后呢，在这个木头上面浇水，啊，所以木头会怎么样？会膨胀，然后它就裂开。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切石头，切好一阶一阶拿来做。好，那但是我另外一个疑问就是说呢，这个大家们觉得阶梯高度不高？看起来是很矮的一阶，实际上走起来的确是这样，走一步呢有点小步，走两步又太大步。那所以我就问他说，这石头还那么大，为什么不打高一点？因为实际量那一阶大概是12公分左右，好，那一般我们现在的阶梯大概是15公分左右。那他就说不行，再更高一点啊，因为这涉及到我们怎么使用这条步道，所以就讲他们以前从山上挑着农作物下去到北埔老街卖，卖完之后从老街买日用品上山，然后呢，挑扁担的人怎么走路？大家。有一个节奏，有一个韵律，对不对？那这样的走路它特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重物沉下来到一个极点的时候，它会反弹。然后呢，挑扁担的人他在反弹的时候就往上踩一阶，踩一阶的时候同时又掉下来，对不对？然后当他一反弹又踩一阶，所以这个阶梯的高度就是那个反弹的高度。这个阶梯的步伐就是它节奏，就是它这样子一晃一晃的时候的这个节奏可以踩到的步伐。好，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把这一些古道通通翻修成现在的工程步道，那我们就失去了这些故事，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这导览解说就不精彩，对不对？而且这个跟这个地方就没有关系了，因为它材料都是外来的，所以我们能不能发现的留给他原貌，除了游客自己的行为之外，在政府的工程或者是民众的思维上面，其实还有什么呢？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淡蓝百年山径，对不对？我们在这个步道上发现很多石头土地公，大家有没有看过石头的小土地公？然后呢，当地其实整个以前对土地公的信仰是一个文化的连结啊，怎么说呢？田头田尾，村头村尾，水头水尾，都会设土地公，好，拜拜来祈求很多事情。然后每一年土地公生日的时候，他们会聚在一起吃饭，叫做吃福。好，吃福完了之后呢，就会开始分工去修路。好，所以你看到这个信仰体系跟这个土地跟他们生长的环境，这是一个很密切的循环。然后当地人承担着修这个公共空间的责任。那但是现在啊，这个基本上还存在这种祭祀的这个区域，只是大家开始出现另外一种思维。比如说上次刘克湘老师有讲啊，他带着一群学生去特别去三义那边找一个土地公，那边的土地公非常漂亮啊。台湾最集中的两个地方有土地公的，就是双溪一带跟这个三义苗栗那一带啊，新竹那一带。那他去带学生看那个土地公呢，刚好一个老先生就从他家里走出来，然后看到一群人都聚在他家拜拜的这个土地公前面，就走过去问他们在看什么，然后他们就跟他说：“
哦，我们是带着学生特别来看你这个土地公，而且大家都在，尤其是在竹苗一带的土地公，他还有一个客家人的风水观念，就是后面会有一个化胎，好，就是前面有一个庙，但是后面会有一个靠山，然后有一些前面会有水，好，就是他有客家人风水观念，所以那个是一个不，就是跟双溪的土地公又不太一样，好，那结果这老先生就说，哦，你们来看这个土地公，然后就顺口就讲起说，他下个月呢准备要把它翻修成比较大的庙，好，因为呢这个家里。这个通常大家都不是这样嘛，就是，发达了、显赫了，对不对？然后就回去还愿、翻修庙啊，帮让神也住大房子，就自己住大房子，神也住大房子，对不对？啊，这是一个诚心诚意的体现，对。那刘元亮老师又跟他说，劝他不要翻修这个庙啊，他就说为什么呢？这庙已经太小了哈。然后，那他就跟他说，这些学生。专程来就是来看这个，那你可不可以让同学表达一下意见啊？那他这个老先生觉得不可思议啊，怎么会大家喜欢小庙嘛？所以他就说那是你自己讲这样对不对？所以要问同学。结果同学举手之后呢，所有人都想要觉得应该要保留小庙，那老先生就觉得这对他的观念上是非常大的冲击啊。那我们在非常多的这种文化资产的保存上面。保持环境原有风貌这件事情，是一个其实非常难做到的事情啊。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不从自然拿走任何的东西，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有时候民众也都期待这样子的改变。好，那所以有什么样的论述是可以让这些人了解到，维持环境原有的风貌，其实可以为当地带来可能更多的这种深度体验的。生态旅游的人，而不是那种就是大众旅游的那种好状况。那这个地方是在那个苏花古道有一段叫石空子警备道啊。这个地方，这个全部通都是泰鲁格族人用手做的步道啊。它原来呢，那个古道是沿着山，它不会在那个地方下去。那这个地方做了这样的阶梯，其实不算是古道，但是它上去之后就会接到古道。那它前后两端为什么断掉了？因为挖矿，大家都知道东岸不是有很多水泥矿场，它挖断了古道。好，那所以另外一种我们在讲所谓古道修复，好，它能不能一个是复旧如旧，一个是场所精神，这个就是场所精神的案例，就是说我们。虽然这一段不是古道，但是它仍然是维持着当地的原住民面对同样的环境条件，然后用现地的材料，用他们传统的知识去修出来这条路，它也仍然，我们觉得它也仍然维持了环境原有的风貌，就是那个精神，这个场所原来的精神。好，为什么讲这个？因为很快我们就会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们在推淡蓝百年山径，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指定整条路线为文化路径。那在台湾的文资法、文化资产保存法是，你一旦指定之后啊，是不能够动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动，所以有很多历史建筑，其实指定了以后，其实人也不能住在里面，或者是说人。屋子坏掉也不能修，所以最近不是之前有一个案例是那个好茶的石板屋，有没有？卢凯族的，然后被世界的列为濒危文化资产，好，那最近文化资产法这几天在大修，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就是一旦它被指定为文化资产之后，那个房就不能动。可是原住民如果能够住在那里，然后按照他们传统方式去翻修那个石板屋，就算他翻修了，他还是传统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在讲说未来在讲古道维修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就是什么叫做保持环境原有的风貌，它是一个动态的，是一个生活的，是一个辩证的，啊，不是死的，说这个东西就是不能动啊。好，减低用火对环境的冲击，这个基本上一般现在我想在座的各位比较少，对不对？那
原则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什么瓦斯炉或气化炉，尽可能的用炉具来取代，直接找木材来生火。那但是也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在比如说非洲，或者是有很多偏远山区，其实他用直接的生殖能源，就是收集新材、枯枝落叶，而不是去砍新的整枝的树，然后用高效率的火箭炉来生火，其实它的能源效率是更高的。所以我们谈的不是说，这也跟刚刚我讲的一样，就是你会看到无痕山林不是一个死的原则，就是一定要怎样，不能怎么样，它是一个相对的，而且是一个在不同的状况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强调。那像刚刚说那种效率很高的火箭炉啊，它就比较不会，第一个它燃烧效率好，那个主要是靠那个通风，对，氧气的这个让它完全燃烧，完全燃烧可以变成灰。好，那通常我们在户外看到那种用那个，比如说我们去溪边溯溪，会看到溪床有人烧过一个很大的柴，然后变成碳的那个痕迹，有没有？那种就是不好的生活。哦，如果说像这种用小的树枝，但是用很有效率的，比如说火箭炉的那种燃烧方式，它完全变成灰，那个会对环境比较好。有一个数据是这样说，木头本身如果碳化之后，就是像刚刚说不完全燃烧，然后变成黑的，然后在路边碳化之后，它至少可以在这个地方存在120几年，啊，至少。那如果是木头本身，它早就腐烂，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去减少这个在自然里面的这些遗留哈？这个是好，这是教大家怎么生活，最好的就是生活到完全变成灰烬，然后恢复原状啊。简单讲就是这样。那之前我们也有在推动所谓的那个台湾有一个大地旅游环境教育工作室啊，他们在推动太阳能锅啊，完全用太阳，那更不用用到那个生殖能，对不对？好，尊重野生动植物，基本上跟野生动植物在进行观察的时候，保持一定的距离，用长镜头用望远镜去看，而不是去追着它跑。有很多人为了要拍照会这样做，对不对？那我这个是更常见的，就是所谓的爱鸟人士啊。那个爱鸟人士有很多种啊，这一种是其实会骚扰鸟的那一种啊。你看，这是之前在好像是在植物园吧，还是在哪里？就有一棵树上有个五色鸟在筑巢，然后所有的大炮一排就对着它啊，甚至怎么样呢？会进去把它的蛋拿出来拍，或者是怎样？那这个会造成什么后果？气槽，对，啊，然后或者是经过设计来拍鸟啊，比如说这边插一个枯枝，这边放面包虫啊，然后预计鸟会飞到这边，然后准备要吃这个。这个设计呢，有很多的后遗症，我们待会看下一章就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张？好，这一群大炮一直在对着前面，这是在大雪山，就是可以看到台湾，蓝雀，在过这个马路，蓝雀在这里，大家都一直在看外面。好，那我刚刚说经过设计的拍鸟会有什么后果呢？主要为了要固定那个面包虫，所以它有可能会用到大头针。好，那之前已经发生过好几次，就是这些鸟呢，就是按照它的设计去吃了那个面包虫，顺便把大头针吃下去，所以造成死亡啊。这个是气槽啊，它把这个被人骚扰过的蛋啄破离开啊。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的行为里面会不自觉的去影响到这个野生动植物啊。考量其他使用者，基本上呢，简单讲就是每一个人的喜好是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喜好都尽可能的不要影响到其他人的喜好。比如说焦山常见什么，就是你跟对面的人经过的时候会听到音乐，对吗？他身上放着一个机器，然后每一个品味不一样，有些人是播股票，对，有些人是播评剧，
有些人是播什么，对不对？好，那每个人既然品味不一样，其实就不要互相去干扰，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不对？或者是如果去爬山的时候，在山屋常常遇到什么状况呢？就是有人要摸黑上山去看日出，有人才刚刚从山下上来，有人已经睡了，好不容易睡着，然后又突然又来一堆人，然后就不同的时间不断在互相打扰哈。所以这些都是，还包括在山上，我常常觉得这件事情也是需要大家自觉的。不过各位可能比较少这种经验，什么自觉呢？就是带头灯的嘛，对，就是常会带头灯，然后就闪过来，然后眼睛就快瞎了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考量到其他的使用者哈。好，也包括说上下坡的时候，要让谁？是要让上坡的人，还是要让下坡的人？尽可能寻找安全的地方是第一优先。要让的话，一定要让在安全的地方。好，不要在汇合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在悬崖，然后不小心为了让别人就摔下去了。对，不管哪一边让哪一边，走到安全的地方。然后通常是往上爬的人比较辛苦，他如果停下来重新开始，是非常累的。好，大家不好有这种经验。那从上面下来的人，也有可能他正在一路一直往下冲，他没办法刹车哦，所以你也要这个时候你就要让从上面冲下来的，你有安全的地方你就让他哈。好，这些都是。好，我们回头来看那两个原则，就是在可承受地点行走树影。跟那个发现的保持它原貌。好，那这个就会涉及到手作步道或好的步道设计是什么。好，我们要不要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好，休息十分钟，8:20再继续。按一下就可以。那我们就接着谈哦，就是怎么样这个步道的硬体设计可以做到引导游客，解决游客的困难，比如说步道泥泞，让人不敢走，或者是时间设计的不好，让人觉得不想走。怎么样用步道的设计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容易的哦。那这个手作步道，我是在2006年的时候去美国阿帕奇山径，去跟他们做一些学习。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山径的故事我就不多说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的书啊，就是我在阿帕奇山径。那这个步道它完全其实是由民间发起，民间找路，然后呢，政府支持，后来有一个法律，就定他这个法律就指定这条国家步道之后，而且说这个阿帕奇山径是由这个协会来负责维护管理，他们负责招募志工，然后政府负责负担志工在这里的工作所需，所以其实是一个公部门跟民间组织一起合作维护管理步道的一个很好的案例，好，那他们怎么做的呢？我去参加他们的这个每一个工作期间都是一周的这种工作队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怎么做的。你可以看到搭帐篷住在户外，自己煮东西吃，然后背共军进去啊。他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啊。我们来看一下积水泥泞的步道怎么办。为什么台湾的步道会积水泥泞？其实有一个关键，就是这个工法的问题。我们看到这是典型的步道的样子，对不对？那通常呢，步道常遇到的问题是雨水夹带着土石冲下来之后，在这个边边堆积之后，变成步道斜斜的。然后，所以你常会看到，那步道如果很少人去维护它，它就会变得有点。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走过那种步道？就是它会有点往外倾斜，因为内侧变得堆积。那所以其实呢，志工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切上边坡45度角，
步道让它往下倾斜，倾斜幅度不超过5%。好，那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像啊。这个不能播，我都很想讲。Probably at about 45 degrees, not much more than that.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not much water run off of this, and then our tread is going to be tilted a little bit. I'll call the tread the bench, of course, the tread. And I want the tread, I always use my foot, and this is where rakes come in. Floppers are a good tool for this.好，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是整条阿帕契山径基本上都是没有坡面，就是泥土这样子的步道才叫做步道。好，那刚刚说第一个特点是步道都没有铺任何东西，非常自然，国外就是这样啊。那为什么没有铺任何东西却又不会积水泥泞呢？它不是去铺铺面解决水的问题，解决泥泞的问题，而是把水用最短的速度让它离开步道啊，就是用解决排水的问题，而不是解决铺面的问题啊。好，那他怎么做呢？他刚刚说切上边坡45度角，然后步道让它微微往下倾斜。这个原因就是在下来的水呢，它可以顺着这个坡度用最短的距离离开步道。好，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刚刚在挥舞工具的时候，这么大一个个子，力量很大。可是他挥舞工具的时候，基本上是非常小范围的挥舞，对吧？工具安全啊。好，然后那。这个小诀窍是大部分国外的步道都是这样做，可是台湾的步道不是这样做。台湾步道怎么做呢？台湾通常都会做成这个外面啊，就是下边坡比较高，内侧比较低，然后这里面挖草沟，对吧？挖土沟，大家都点头对不对？这很奇怪。我后来知道，原来这是水土保持这个专业他们强调的哦，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水如果往外流的话，会造成下边坡的冲刷，会让下边坡不稳定，所以水不能够离开步道，水一定要让它往内集中，然后用水管啊，不是用那个沟啊，然后到这个地方再用一个涵管或者是一个横向截水沟一起出去，这个时候水会怎么样？会变得很大，原来是可以分散的，量可以变小，可是它集中以后，一段才出去，一段才出去的时候，这个出去的这个过程就会对包括下边坡造成冲刷，好，这个地方就会造成灾害。然后这个沟呢，要么就是水量太小的时候会被土淤积，好，要么就是水量太大的时候会造成冲蚀。所以通常他们都会怎么样呢？做成水泥的沟会比较好维护，啊，所以像这个地方很容易冲刷，用水泥做护岸，这个地方做这个水沟的时候，这个地方通常也都是就是铺成水泥的，啊，那其实这个差别就只是一个小小的向内倾还是向外倾的关键。当然，其实
美国的案例并不是所有的步道都向外倾，它也会看。当下边坡植被是很稀疏的，地质是不稳定松软的，它也不会向外排。但是那个要看情况。可是台湾的状况是，无论如何你都不可以向外排，啊，那是一个迷思啊。好，那我们在那个当地呢，其实还有一个是台湾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就地取材。啊，木头多的地方就直接用现地的木头疏伐，啊，那石头多的地方就用石头。台湾基本上有森林法的限制，连封岛木都不能够未经主管机关许可就去使用，所以你们可以看我们这一次在做仙基岩的时候，一方面是这个山是次森林为主，主要都被人类劳动过了，它其实以前是墓地嘛，所以当迁葬以后呢，其实这些树本身它都是就是它没有像原，就是它不是非常的粗，不是非常的壮，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封岛木。这些封岛木照理其实可以使用，而且是用于现地，但是呢，其实就法规来说，其实是不行的，或者是必须要经过申请同意的，所以我们才会跟大地处，啊，去请他们的厂商提供一些材料，然后到时候大家必须要经过这种搬运材料的过程。其实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或者是大家如果上过黄云波老师的课就知道，那个其实就能量的移动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不那么好的做法，啊，但是没办法，在台湾没办法。那在美国呢，其实是可以限地，依据森林的状况，长得太密，大家都在争抢同样的阳光，啊，或者是水土壤，那就有生长条件不是那么好的那种就可以疏伐，好，它某种程度还可以促进这个森林的健康。其实台湾有很多讨论都是会介于那种非黑即白的两端啊，比如说绝对不可以伐木啊，或者是伐木就要揭伐，全部通通都用啊，这两端中间其实有很大的一段是应该要去很细致的讨论的，但是目前台湾在限地取材这件事还是比较困难啊。那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话基本上限地取材之后呢，我们会去掉树皮，然后在先前常用的这个工法，啊，就是会有一个原木两个去皮的木钉，当然先前我们会用竹节钢筋，啊，请厂商提供，然后呢我们竹节钢筋会在这个树的中间请厂商预钻孔，钻好孔之后，那钢筋从中间打下去，所以从外面看不出来，啊，到时候现场大家就会知道，啊，那但是在国外的话，我们基本上呢还是用小径木，啊，比较小的木头一样去皮，当做头削尖，当做钉子钉下去。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当它这个最后它回归自然的时候，它也还是自然的一部分。对，然后在台湾有很多用竹节钢筋来打的，它会直接把它打在现在这个小径木的位置，而不是像我们那样钻孔在里面。那大家有没有走过那种焦山步道？如果是好心人自己铺，他用竹节钢筋，然后用一个木板拦着，然后那个木板如果掉了之后会怎么样？那竹节钢筋就会裸露，哦，然后其实走起来很危险，很怕绊倒，哦，所以基本上呢，如果要用竹节钢筋，我们尽可能用隐藏式的，哦，但是在国外的话呢，基本上都是用现地的木头削尖，哦，然后来做钉子，用大榔头打下去。那这个原木它在固定的时候，其实呢，要注意它这个树，哦，有各种各样的弯曲，要找到跟地面最贴合的角度去做固定。好，那这种是在仙基岩也有做到这原木啊。通常原木用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像这一段，它切完上边坡45度角之后，这个步道的下边坡其实是比较松软不稳定的。为了要让这个路基变得比较稳定，所以就会做这个边坡，然后里面塞碎石、回填碎石、大量的碎石。最后才用表面的土去覆平，这是一种。那在仙基岩的状况是，我们有一些路段啊，就是刚刚说到那种积水泥泞，中间需要大量的碎石去回填。然后呢，这个回填的碎石，为了让它不要跑到步道外面，你如果只是回填碎石，不是它就会被冲掉。
所以就会做圆木啊。这些都是做圆木的时候可能会需要的状况。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一个转角之字形的步道要上来的时候，这边当护坡，这边当阶梯，好，所以你看一个圆木，两个木钉可以变化很多，这当阶梯。那这个是为什么要做成这样？这边是阶梯啊，照理它阶梯就这样放就好了，可是它做这样，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猜不出来。排水怎么排？顺着这个排，好、哦。通常哦，这里面排水一定要注意几件事。之字形的步道，从这里上来，然后上去，上面的步道可不可以再做往下排水？我们刚刚不是说？所有的就是大部分的状况的时候都是向下排水，用最短的速度让水离开步道。但是在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做向下排水？不行，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之字形的步道，上去以后，这水向下排会排到哪里？下面的步道。所以，对，所以你会冲到你自己下面的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挖内侧的边沟。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是有个内侧的边沟？好，所以水呢会顺着这个出去。然后呢，但是这只收集到从边坡下来的水。如果是雨水直接下在步道表面呢，它不一定会进到沟。而且通常人常常会踩得很扎实，中间就变成一个凹槽了呢。好，所以他现在的做法就是，这边挖沟之后，他这边再做一个导流木。所以你看水呢，所有上坡的水都在这里，全部通通都导出去，不会再冲到下面了。下面的水再用下面的方式去引导开。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分散排水是手作步道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断的解决排水的问题，就可以确保你不要铺任何东西，也不会积水泥泞。好，那这些石头是哪里来的呢？这些石头呢，现地收集，好，那现地集水，基本上呢，它不会做一个很大的集市场，它这个方圆一段距离的收集起来之后一起敲，敲碎了附近再也没有石头了，啊，这边呢，敲碎的时候拿去铺，没敲碎的石头把它分散开，然后就人就走开了，就会让这个地方无痕山林，你知道，就看不出来这边有人集过石头。那这种敲碎的石头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产生非常多不规则的锐角，然后这种尖角在回填到步道上的时候，我们还要再用大榔头夯它，它就会找孔隙一直钻，一直钻，钻到土里面去，然后彼此卡得很紧，这样子透水性很好，然后承载的这个承载力也会变得非常的大。好，所以这个是现地集碎石，但是呢，在千基岩一样哦。因为刚刚您说的那是之前它的土壤，在公墓迁葬之后啊，那个基本上很多都是刻土啊，或者是说它的石头基本上已经都被移除了啊，所以我们现地比较难找到石头。早期先基岩，我们在这一段还可以看到有一些是早期的人用现地的石头切了以后拿来当阶梯的啊，那这种石头你很难找，所以呢，如果是碎石的话。我们也是请大力树提供，所以会经过一个传碎石的过程。好，那刚刚说的回填到步道上，再夯实，再铺上一层土，薄薄的土，然后从附近的树林找一些干的落叶撒上来，这就是完成的样子。所以你看那个国外的步道看起来很自然，可是其实并不是没人做的。我们常常会以为说国外的步道很自然，就是完全没有人为的劳动，其实不是，是它做完成之后还是跟周边的景观融合一致，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这些都是我们在景美山也会看到类似，就是会做这种导流木，在一个坡度上面
会适时的分段把水截走截走啊。但是呢，这种导流木它内侧有可能会因为水会一直冲过来，之后在这边就土就留在这里，然后就淤积了。所以其实手作步道还要强调一个是常态维护，而且这维护成本很低，就是三不五时有人去挖挖土就这样啊。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好像用水泥步道就不用维护，所以大家觉得说啊，用这个很麻烦。但其实并不会，因为水泥步道如果你做了以后，维护更麻烦。为什么？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铺水泥的步道常是裂开的？我们之前看那个新闻的时候就看到，对不对？那当它坏掉的时候，其实是你没有办法去做什么事的，一定要等到工程去做。那工程通常都怎么做？再加水泥，哦，它也没办法把那些东西移除，恢复自然，啊。那你可以看到在自然里面呢，比如说，哎，是今天吧？是今天还是昨天？有大地震是今天吗？昨天，我怎么觉得今天？今天也有。今天也有嘛？对，就是三不五时就会地震。而地震的时候，你觉得水泥步道比较耐用，还是土路比较耐用？土路会裂开吗？不会啊。对，你顶多它如果稍微有滑动，你就。用那个像刚刚那样子再把它刮一刮，不是就平了，对啊。所以在自然里面，其实是这种可以适应变动的做法是比较耐用的，而且比较好维护。好，只是一般人会觉得说啊，这个淤积了以后就要去清一清，其实这没有关系。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跟文山社大合作去做景美山，就是希望呢，大家上山去之后就会看到啊，那个。之前呢、啊，种的一些就是恢复植被的这些植物，其实三不五时他们就会去浇水，那样子会长得比较好，长得比较快哈。那这本来人要去维护就是正常的，哈，想要不要去维护才是很奇怪的事情。好，这些都是志工可以做到的哈，然后包括做时间，我们这一次在景美山好像没有办法做到时间，对不对？因为施工可能有一段。可以再试试看电波，真的？那个电波那个找下去，有一个范围其实还蛮多那种。OK， 好，可以试试看。好，所以如果是做石阶的话，那会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先看几个。基本上石阶的工法啊，有好几种，有好几种。那但是呢，我看一下，我们先看这个。可以，主要分成两大类啊，一类是把石头摆平的，一类是把石头插在土里面啊，两大类，但其实做法都不太一样。那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呢，他们正在用这种。人就是横拉式千斤顶，不是那种机械的啊，是这种手工具。然后呢，移动一颗非常大的石头。通常如果要把石头摆平着让人家踩，就需要这么大的石头。好，而且这么大的石头放在土里面，你把它稍微固定一下，那它不用水泥也是非常的牢固的。好，那另外有一种叫做把石头。插到土壤里面的啊。大家先看这种石头的特性啊，没有那么大小啊，但它有一个平面，然后它底下是尖的，这样是最好做，因为你把石头插进去。这种呢，它要做什么用呢？好，这种情况都是在一个长下坡，水从上面下来，然后我们这条路完全没有路线可以改道，也没有办法排水，因为它怎么排，就是这里高这里低，所以水一定会这样跑。啊，那水的位能不断转换成动能，就会加上重力加速，就会产生这种切割的冲蚀沟。所以呢，
要它在这种情况之下处理的方式是设置突出地表的节水挡水时间啊，那就是当水撞到这种突出来的石头的时候，它会消能减速，到了比较平面的地方才能够做节排水沟，把水打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一个斜面上，不管你做什么，水都有可能因为冲力太大而跳过去啊，所以最好的节排水是在上面还没有，上面是平的，还没有冲下来之前，那个时候先把水收掉，就是上面平的水先收掉，或者是水流到最底下的时候把水收掉，那中间呢就是增加非常多的这种石头啊。好，那大家仔细看这个啊，它刚洞挖好了，对不对？它现在把它放进去。Yeah. 啊，对、yeah. ，我看到吗？刚刚石头长得很奇怪，可是放到洞里面之后，它看起来就好像是原本就设计。那像他这么厉害的人很少，所以。你看，他基本上是推不动，但是像他这么厉害的很少，所以还要再加上这个动作，就是在他旁边夯碎石，让石头稳固，游客踩到不会晃。我们有非常多的工作需要用到夯碎石，用夯碎石来解决排水透水性，还有就是设施的扎实程度。好，那基本上呢，这种是挡水时间的做法。我们在景美山可能不会做到，我们另外还有一些做法是那个比如说气泊坎啊，这种在这里我就气泊坎，其实台湾的原住民比美国人更厉害啊，那个然后当地的石头会不一样，所以气法也会不一样。好，那你看他们在遇到一望无际的乱石滩的时候，他的做法，他让游客不会迷路，知道路在哪里。他不是铺水泥，说铺了一条步道，也不是设指标，而是很简单，把石头捡到旁边排入原石，好，这样就可以。所以这种都是属于好维护的步道，啊，比刚刚我说的指标或者是水泥步道还要更好维护。然后这个呢是当经过沼泽地的时候，啊，他们选择做栈道，游客才不会踩到泥泞。对，我们刚刚一直在讲泥泞的问题。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他们做的栈道的宽度跟我们的栈道宽度不一样。啊，台湾人跟美国人哪一个人长得比较大？美国人，美国人明明就长得比较大，可是他们只有用两块板子这么宽的栈道。那这其实也跟那个无痕山林是有关的，或者是说我们希望在天地之间留下的足迹有多深。好，我一开始有讲过步道的定义嘛，对不对？步道就是人在这个走出来的一个痕迹。好，那我们要让那个痕迹持续多久，要弄多深，对周遭的生态环境怎么样减少到最少。那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这种地方的时候，他们觉得生物多样性很高，所以呢人只要满足最低需求，就是不会踩到泥就好，大部分人还是留给当地的生物。好，那做桥啊，桥呢是少数会用到要搬材料进去的，当然也有全部通都是用原木桥。好，我来看一下，旧桥。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人的头发都是很老的人，70几岁。
然后可以跟我们一起这样做。好，那刚刚把这个木头固定之后呢，就是横跨溪流固定之后，把板子钉上去就完成一个桥。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桥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问题？一大一小会怎么样？会斜斜的，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啊？石头，石头，石头干嘛？补墙？怎么补墙？但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木头是跟地面做固定。啊，刚刚你说用石头，那你可能想的是把它垫高，但是呢，这个圆圆的木头要垫高是很难固定的。哦，所以呢，最好的方法是往下压半，挖半圆形，把它放进去，这边挖深，这边挖浅就好了，对不对？好，哦，所以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啊，哦。所以很多这个手作步道其实讲掉都是简单，像这些都是自工做的桥啊，哦。那我那时候就有问美国人说啊，老师，我觉得这个桥在台湾是不适用，为什么呢？我觉得台湾的降雨量比较大，下雨很容易，暴雨之后这种桥就会被冲走了，对不对？就没有桥了。所以我就跟老师说，这个在台湾不适用。那你知道美国人会说什么？对，美国人就说我们这个融雪的时候水量也很大，啊，水就会把桥冲走啊。但是冲走有关系吗？冲走就再做一个就好。为什么？因为我刚刚有讲前面有一个背景，对不对？国家让这个协会去招募志工，一直来做。每一年的五月到十月，每一周都有志愿者在工作。所以他这个步道能够一直维持的状况很好的，关键就是常态维护。哦，那所以这个桥被冲走有什么关系吗？后来想想也对啊，哦，台湾那个很多钢筋水泥做的桥，下大雨还是被冲走。那，啊，冲走了之后，哪一个比较损失比较大？好像做的越想耐用的，你的损失会越大。啊，好，那关于桥的这个故事哈，啊，在美国还有一个，在我书里面有写到的一个故事，就是他们的全程行者在经过缅因州那一段的阿帕拉契山径的时候，会遇到一个季节性的河流。这个季节性的河流呢，枯水期的时候很窄，但是在融雪的时候会变得很宽，水很急。好，那过去呢，其实都是人就这样徒步过去。好，那在这个比尔布莱森的那本书，就是《别跟山过不去》，去年不是有一个电影吗？《别跟山过不去》里面。他有讲到他的跟他的朋友在过这条河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好，他就说他们两个就边聊天边走，来来来，走到这个前面就有一条河，然后他们就在想说，哎，这条这么宽的河要怎么过去，没看到桥，然后两个就在讨论是不是走错路，所以他们就又回头去一路看着那个在树上的白漆，又走走走走，还是来到这里，没有走错路。后来他们在东张西望，就看到河流对岸的树上也漆着一个白漆，就是阿帕拉契山径的指标，哦，所以表示路在那边。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过去呢？他们正在讨论的时候，后面就来了一个全程行者，哦，然后那个全程行者就一面走一面开始拖背包，就看到前面有河就开始拖背包，拖完背包之后他就把它顶在头上，顶在头上，然后就开始继续往水里面走，然后他们就看着这个人走进去，水到腰部，水到脖子，只剩下头跟背包。过一会连头都不见，只剩下背包。再过一会头出来了，然后就慢慢就到对岸之后，他就把背包又放下来，然后就背着就走。啊，那所以这两个人就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法哈。然后，但是这样一条河啊，在1989年的时候发生一个事情，就是
有一对夫妻，他们是分段行走，就是一段一段走，最后要把这个整段走完，这是最后一段。那他们在过这条河的时候，那一天的这个水比较急，然后那个太太，夫妻里面的那个太太不小心啊，就被水冲走了，后来就死掉了。那这个伤心的先生呢，他就跑去找阿帕拉契山地协会，你们猜他会说什么？通常台湾人听到的都是国赔，或者是你要赔，对不对？你要负责啊。那但是呢，这个先生他说，他想要捐一座桥，啊，用他太太的名义纪念他太太在这个这么美的地方，就是停留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呢，希望这个悲剧不会再发生。那阿帕拉契山地协会当然觉得这是好事嘛，所以就开始找设计师，然后画了一个桥。就是设计图画完了之后，就开始了一年的争论。很多人觉得不应该在这里设桥，为什么呢？以前没有设过，然后也没有这么常出事啊。然后它最大的问题是妨害景观，当枯水期的时候，那个桥就会变得很大。那你要适应它最宽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很量体量大的桥啊。所以大家就在讨论有没有必要。最后一年之后，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他们没有盖桥，然后这个先生也接受了，而且也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你们猜他们是怎么做的？用绳索？不是，什么？猜得到？再多放一些垫高，像游泳池那个很深的，放那个像底子一样跳石。哦，其实那个东西常常被冲走。大家如果去走统后越岭古道，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了。那个没有办法，那个如果真的被冲走，就是会被冲。大水的时候都没办法。哦，不是，没那么复杂。哦，不是，在这里不是啊。最后他们想出来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步道志工在别的地方都是像刚刚在做步道，在这里呢，他们就是负责划船、摆渡。好，在践行季节的时候，这个志工就会开船，不是开船，划船，然后把践行者这样子两边接受。那是不是也解决问题？而且这志工在路上还可以跟践行者讲说，你再往前走几公里，你会看到什么？哎，你千万不能错过什么东西，或者是说，哎，接下来的路况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你就会多了很多这种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好，那但是呢，本来这件事情感觉是解决了，可是后来呢，又引发了一个新的争论，为什么呢？全程行者，我刚刚说全程行者，对不对？全程行者拒绝搭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个规定，全程不能搭乘任何形式的交通工具。他说我搭船我就不是全程行者，全程行者一定要摸着白漆走在土地上这样过去，这才是传统。结果后来他们又吵了一年之后又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我刚刚有一个，我刚刚不是有提到说白漆是这个阿帕拉契山地的指标吗？啊，他不是就认着这个，他就是走在山径上，船上面画白旗，对，啊，所以这个船就是步道，船就是阿帕拉契山径啊，所以他就没有这个交通工具的问题，真的，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呢，我们要把那个我们传统依赖设施或者是依赖，其实要把它解放出来，变得比较弹性、比较自由，而且有很多想象力。啊，那像这个呢，这是纽西兰，啊，南岛，
峡湾国家公园的米佛国家步道。这条步道呢，我去走的时候发现呢，它水量其实非常大，雪融的时候啊特别大。那它很多照片是这样，就是淹水的时候，健行的人是走在水里面，水到他的胸部。然后我就想说，有些人真的是户外天堂啊，他们从来没有封闭步道这件事情，就是你还是可以去淹水，你去没问题。然后他是怎么样让你不会被冲走呢？他就是在这个步道的跟河流旁边中间这个步道的边界立一个杆子，然后上面有橘色的，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个东西，沿着这个你就会走在步道上，就算淹水你也不会走到水里去，这样，只是这样而已，它就设的设施就是这样。好，所以呢，它水量其实非常大，哦，那所以他们这边的桥也都做成这样，做成这样，大家知道这是怎么运作的？他为什么都会做成这种桥？大家不觉得有些共同点？水过街才过马路。我也是这样想，我原来也是这样想，但不是。让水可以流过去啊，满过去，有缝隙嘛，满过去。那人就像老师你刚刚讲说，他之前就他会插旗子，那如果淹过的话，上面吐出来的地方就知道他可以知道说，那里有路可以有桥面可以走。哦，如果小水确实是可以。但大水呢，这个的确是会被冲走，哦，所以他们告诉我是这样，他们说呢，这个桥，这下面他们是做类似蛇笼或者简易的东西，然后去这四面做固定。如果天气预报会有大雨的时候，他们就会派一个人进去把它松开，然后叫直升机进来把桥吊走。掉到安全的地方去，然后水就一直冲，一直冲，没关系，让它冲。然后等到灾害过去之后呢，再派一个人进去看。如果这个原地还 OK 的话，就把它调回来固定。但是通常大部分的状况是什么？这个基础被冲走，连路都被冲走，冲坏了。所以这时候他们就赶快派一组人进去开新路，从新的地方过溪，然后在那边做一个简单的蛇笼，然后再把桥调到新的地方来。对，而且你觉得哪一个那个恢复通车的路的时间会比较快？这种会比较快。哦，你如果做一个固定的桥，有没有？等到你发包工程，一组人进来，然后把你做那个，对，就是那个。但是其实这个灾害过了之后，几天之内他们就可以把这个路全部都恢复了。啊，哦。所以这个体系是适应这个自然的变动，而且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发现这样做比做那种想要不会被水冲走还是被水冲走的桥还要便宜，这样做比较便宜。好，那这个屋顶的翻修啊，也是阿拉西森林协会在做的事情，还有这个生态厕所啊，大家知道，一般在美国的比较深山的地方，他们就不用冲水马桶，只有在比如说国家公园会经过的，这步道经过国家公园之后，附近可能会有冲水马桶。但是在深山里面，在山屋附近基本上没有冲水马桶。为什么不用冲水马桶呢？第一，冲水马桶要解决什么问题？水要从哪里来？在山上就很难找到水，喝都不够，对不对？然后你接管子接到这里的时候，如果零下，晚上是零下，白天是零上，水管会怎么样？会爆管，然后就没有水来了。没有水来之后就很恐怖，就是冲水马桶没有水是很恐怖的，对，大家都知道。那再来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排到哪里去？在很高的地方，所有的排放都是进到溪流，然后一直不断往下。对，然后你们去山上看到溪流的反应都是什么？就是会去，对不对？很高兴，拿起来喝，洗脸，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上面有什么，对不对？哦，所以他们呢会用堆肥厕所，这也是志工做的哦。堆肥厕所就可以解决刚冲水马桶问题，但是他会遇到什么问题？
会满足人。对，它这个这边有个门嘛，打开进去之后，马桶在这里，上下去，下面有一个塑胶桶收，好，然后有个软管会把水分排掉，然后便便是留在里面。我们现在讲到无痕森林的那个处理垃圾，对不对？好，那这种集中式的厕所堆肥，它其实便便是让它充分发酵之后才回到土壤，这样对土壤的影响会最少。但是这个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满了怎么办呢？满了怎么办？对，就是志工，志工会去把那个桶子移出来，换空桶子进去。哦，你看美国的志工了不起，对？但是在这个北方比较潮湿、比较冷的地方啊，然后他们也不想要去移那个便便桶，所以他们就想出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什么呢？当这桶子满了以后，他们就用铁丝网把这个门封起来，然后写说在旁边再盖一间厕所，说请上隔壁，对不对？啊，所以他就可以两间厕所来轮流，好，让这个原地发酵，发酵差不多之后再把它移出来就不臭了。好，大家觉得怎么样？不错吗？也是一个方法。好，但是呢，他还是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天气真的很冷，上的人很多，发酵速度很慢，当两个厕所都满了，而且都还没有发酵完成，哦，那你还是要去移桶子啊，哦，那也真的不想移桶子，你要再盖第三间厕所、第四间厕所，对不对？盖选个森林都厕所，哦，那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在2005年的时候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用这样子，就可以解决前面那两个难题。大家看得出来是怎么运作的？什么东西可以移动？上面可以移动。好，不错，你答对了。他们就把这个基础做大，做大以后呢，这个桶子满了以后，他们就移上面的这个整间厕所，把它拔起来放到第二个这个板子盖过来，哦，然后当第二桶也满了以后呢，再拔到第三格，这样子志工只要移最早发酵的那个桶子，而同一个基地可以用三次，又不用换地方，哦，对游客差别只是说你可能会有一种错觉，就是印象中上次来的时候门是这样开的，但是这次来的时候门好像是这样开的，可能会有这种感觉，也有人大家都不记得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用志工的常态维护的体系去解决问题，跟你想要依赖做了以后就不用管它的这种思维，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思维跟做法。然后实际上在自然里面呢，常态维护是比较耐用的，然后你想要做一次性的东西，其实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你都要花很多时间、力气、经费去维护它，好，而且设施做得越多，维护成本越高，好，好，所以2006年我去美国做完手作步道之后，回到台湾开始2007年跟林务局、跟国家公园啊开始推动手作步道工作假期。那为什么叫工作假期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台湾不像美国，美国有一个国家步道系统法。这个法令就规定说，这个协会要负责招募志工，然后我按照法律的规定提供志工的食宿，你在这里都不用出钱，但是因为你都没有出任何钱，所以从头到尾都是工作，没有玩，你工作就是玩，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在美国的工作的特性就是不用交钱，因为有政府支持，然后去了以后每天8小时的工作，做一个礼拜，就这样，然后住帐篷啊，自己煮啊，比较刻苦。那工作假期有什么不一样呢？在英国，就是或者是欧洲，他们所谓的 working holiday 啊，不是澳洲那种打工度假，是还可以赚钱的那种，不是，是你去做一些这个志工的工作，你可以你要缴费，
你要自己缴费，负担你自己的这一次的流程。然后在不完全是工作，中间会安排一两天是去玩的，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个就是工作假期。那在台湾，我们刚开始推动的时候，没有像美国那种国家护照系统法，所以一开始推动的时候，政府呢，林务局基本上它是处理跟工作有关的部分的经费，然后志工去报名之后，他要缴的费用是自己的食宿交通这些费用，啊，甚至是导览解说这个部分，然后他会跟社区结合，像我们第一场的首座步道工作假期是在新竹的侠客罗古道，跟清泉的这个部落一起合作，然后部落他们就可以因为志工来，一方面他有一些小型的经济收入，二方面就是有人可以帮他维修这个步道，啊，那对于志工来说呢，他以前都只是走过去，他从来没有办法听到这些故事，他没办法那么深入了解这个地方。那借由这个机会，他原来可能都是搭游览车，然后到环境里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无痕山林要处理的对象嘛，就是大量到自然里面破坏自然、消费自然。可是如果他参与到维护自然这件事情，不止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减少对环境的这个影响，比如说我们在办手作步道工作假期的时候，都会要求大家要自备餐具啊。所以像这次，比如说我们去仙溪岩，大家记得要自备自己的餐具，不只是筷子哦，还有碗啊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在清洗这些碗筷的时候，我们可能用减少环境负担的，比如像黄豆粉或者是苦茶粉，对不对？它去清洗。在我这次去中国的时候，中国他们那边是用那个米糠啊、米麸去做这个清洗吸油。好，那这些东西都不会造成环境的负担啊，或者是说我们会跟当地社区讲，我们要吃在地、吃当季啊，所以它的食物是要零里程的，不要从很远的地方运过来啊。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就减少废弃物的产生等等的哈。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不只减少我们自己对环境的影响，我们还回馈这个环境啊，去维修这个步道，然后有一些更深入的生态流程结合。那这个过程就会让这些人透过这个流程呢，成为环境的参与者，然后呢，他们有了这个经验之后，跟这个地方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连结，因为他在这里做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做了一阶石阶，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啊，通常大家等到实做之后就会知道啊，自己做的东西都会觉得特别好，真是太完美了啊。然后他就会可能常常想要回来看，或者是带他的朋友、带他的家人来看，啊，说这个是我做的，对不对？所以就形成一个固定的循环，大家会愿意去自然做一些事，然后会常常会去看他，然后这个某种程度，手中的工作假期可以慢慢转变人跟自然疏离的关系，啊，然后了解到人在自然里面可能会造成什么问题，啊，好，这就是我们第一批自办的侠客罗工作假期。从这一次工作假期里面，我们发现台湾有两个东西可以比美国发展得更好。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有很多的遗迹，我们刚刚不是在讲说发现的还给它原貌吗？然后我们讲到说古道的修复有让它任其荒芜，是一种遗址式的解说，或者是选择其中一些用古法复旧，那是一种文化资产的呈现。不管是哪一种，志工都可以参与啊，因为遗迹也会被荒烟蔓草覆盖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工项就是修复田村台住宅所，本来是要修复的，后来就涉及到刚刚说的文化资产法的问题，所以就没有去动它，只有除草啊，让它变成是遗迹的呈现。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部落族群，不只是原住民啊，原住民就有很多族。哦，每一族的工法不一样，那为什么工法不一样？不只是因为族群，还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地区不一样。哦，因为在地区不一样，石头不一样，他做法要解决问题不一样，就会做发展出不同的工法。比如说我们在屏东的旧达兰，
台湾族部落哈、哦，那我们就发现这个族群呢，他们的语言里面有非常多对应到不同的石头功法的词啊、哦。你这时候就会发现那个中文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那么丰富的词，比如说我们去的时候就发现啊。我们刚刚不是有一种把石头立起来的那种功法吗？我们都会说把石头立起来，这样好多个字，对不对？或者是说把石头放平，然后叠好。通常如果你要用一个字去讲的话，都是什么砌石或者是叠石。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动词吗？很难，对不对？那可是，在台湾族来说的话，它就有一个词专门讲这个动作。把石头立起来插着，就一个字；把石头放平一个字；把石头叠起来一个字。哦，我们如果讲砌石的时候，你一定不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但是他们可以用一个字就可以沟通说他讲的是什么样的功法，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个族群他运用石头的智慧文化很深。那我们要进入到原住很多山其实是在原住民部落的传统领域。那我们要进去之前呢？我们其实是遵循当地的仪式啊，让他们来带领，然后包括导览解说等等啊，好，所以这就发展成台湾本土的特色。我们的工作假期可以比国外做得更好的地方，而且它多了很多的假期的部分啊。好，所以这是初期林务局在推广啊，我们协助，然后中间还遇到一个事情，就是2010年的时候呢，我们协助林务局做。18个森林游乐区的无障碍步道的检核，把我们关心步道的议题从维护它原始自然或者是生态价值，考虑到更多的游客可能是行动不方便的人，好，那但是通常大家讲到行动不方便的人，大家想到的解决方案都是非常的硬体的，好吧，用铺柏油，好，或者是就是全部铺平就对，好，那个材质可能很硬。那所以我们在那一次的检核里面，我们其实也订了一些规则，包括说，并不是所有的环境都适合做无障碍步道，我们必须先以环境条件为前提，在不破坏自然景观、自然条件的前提下，有适合的路段，选一小段来做。那即使是选一小段来做，它不一定就是做斜坡，它可以改动线，它可以用运具。比如说这一段它就是爬不上去，但是我们有就是可以让身障者轮椅可以上下的车子，它就可以把它载到上面去，对不对？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我们刚刚所讲的那种灵活的思考，去解决身障者到自然里面的需求，但是也不会破坏环境。好，所以这个是2010年呢，我们在内洞做的一个，花了半年的时间带身障者去确认每一段他们会遇到什么问题，我们怎么修改啊？然后呢，像这个碎石路面平的地方，我们后来是让它铺了这种透水沥青，然后最后一段上那个瀑布的地方是一段阶梯，然后我们后来设计了一个这种无障碍的栈道平台啊。那特别是上到这个要看瀑布的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原来啊。这边有2阶，这边有4阶，要上到桥，然后对面又下桥。其实台湾有很多这样的设施，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落差啊、哦。所以我们后来设计了一个把它全部顺平的一个平台啊、哦，让它变得不是碎石，所以身障者可以借由刚刚的栈道上到这个平台，然后再经过一个小斜坡上到这个桥。所以身障者可以自己完成这一整个动线，不用靠别人。那这个当时在做这个平台的板材，我们在锁这个板材的时候，这些都是步道志工去协助的。好，以工程为主体完成底下的东西，然后上面的这个板材的固定是由步道志工参与。好，那所以这些在完成之后呢？就让那个林务局的局长、处长也坐上轮椅、拄拐杖去体验，啊，他们就了解到身障者的需求是什么，啊，它是一个换位思考，啊，好，那我们也协助太鲁阁国家公园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步道志工队，啊，
然后后来陆陆续续有一些国家公园，他们也在开始朝向这个方向去做。但是太鲁阁国家公园的步道之中是训练最完整的，就是勾法也比较高难度，然后另外有一群指导志工，然后他们开始可以慢慢的自己去做一些简易的步道的这个课题判断，跟自己带领志工来做勾法。好，那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把手作步道勾法架起这件事跟环境运动结合在一起，它变成是一个我们守护环境的一个途径啊。大家都知道阿朗伊古道，阿朗伊古道在哪里呢？在屏东跟台东的这个交界那边有一段完全维持天然的海岸啊。那它为什么会维持天然呢？就是因为它以前是中科院的这个军事管制的区域嘛，那现在解除军事管制之后呢，原来公路并没有贴着海岸开，都是这样子的这样走啊。那后来公路总局就觉得说，现在解除管制了，他现在可以把那个环岛公路接起来啊。那如果这边开公路的话，这最后一片天然海岸就会被破坏啊。那所以这时候想要开路的当地人觉得开路比较好，因为可能可以带来很多的游览车，有很多观光。然后那环保团体觉得开路会破坏这边的天然海岸的环境，所以这两方就冲突的非常的严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发生了一些问题啊。什么问题呢？我们先看这个问题啊，就是刚刚前面讲的无痕森林的问题啊，就是大量的游客涌入阿朗伊古道。原来你刚刚看到我们走在那个山林线上的时候，其实植被很茂密，并没有沟。那当知名度变高，为什么知名度就变高？因为大家听说这段天然海岸快要消失了，所以大家就跑去看它最后一眼，看完了就算了，它就消失吧。就是目前台湾的这个大部分人的状况都是这样啊。好，结果一天就有上千的人呢，在同一条步道上拉着绳子，踩着这个很脆弱的植被。你可以看到，原来呢，这个山坡绿色的是连续的，啊，绿色的是连续的。但你看到这边现在冲出一条沟，为什么呢？因为人拉着绳子踩上去，然后呢，把这些土石不断的踩松下来啊。然后下雨的时候，雨水也会走这里，对不对？我们刚刚有讲过，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提出非常多的提醒啊，就是觉得这样子是很危险的，一个是对于这一块地景呢，长期来说它会变成很多的冲蚀啊。然后呢，人不走这里，你刚刚可以看到人会自己往旁边再走出一条，有没有？这跟无痕森林的这是议题是有关。这边走太深了，很难走，就往旁边走。然后一群人拉着同一条绳索啊，很危险，对不对？然后就发生了好几次这个包括对这个植被的影响，树连根拔起，或者是绳子断了以后有人摔下去骨折啊。所以这些问题都变得非常严重。那我们就跟我们那时候就以手作步道这方式去介入啊，就是跟他们谈说呢，不管是开路还是不开路，总而言之现在古道需要赶快整修。然后呢，我们如果办工作假期的话，它或许可能可以走出一条生态旅游的道路。然后这生态旅游的道路呢，是不管你开不开路都要发展的。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跟当地人谈，然后那时候呢要修这个路之前，我们就做了很多的功课啊，帮他了解它在历史上是不是一条古道。为什么我们会去了解这件事？因为照理古道不会拉绳子爬上去啊，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就去找了包括清朝的时候的从恒春东门城出这个经过朱劳树出八窑湾往北一至一线海滩的这个卑南廊桥古道，然后在这个恒春支线周有基新建之前呢，其实当地原住民族就已经在走了。然后这个恒春支线他所讲的这个内容呢，跟现在看起来做了一个对比啊。
恒春东门，然后出八尔湾，北至资本社40余里，一线海滩，环绕三角，路涛冲击，乱石成堆。好，大概是这样。但是没有提到说要拉绳子上一个山坡啊。好，然后后来有另外一条路开了，这条路就变成没人走。好，但是1887年的英国探险家去走，他讲这里的时候也都是走在海滩，但是在那边跳，等海水退却，然后跳过，从一个石头跳到另外一个石头，感觉也不用拉绳子啊。那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好，所以就从这里面去找到很多的之后呢，再经过中研院的百年历史地图，找到一个1898年的日治时期的台湾宝图，然后去做套叠，结果大家看，原来这一段海岸线在这里，然后现在标示的这个是路，可是现在的海岸线在这里，所以呢，路已经在海里，哦，那所以这不是古道，这个高绕的地方其实不是古道，所以我们在整修它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一个论述，叫做这个山坡这一块旭海观音鼻这个敏感脆弱的地景的栖地富裕，啊，我们希望它不要再继续往下冲，因为你看哦，现在它已经这么深了，我们今天限制游客不要进去，这个沟会不会停止冲刷？不会，它会一直冲，所以呢，我们在现阶段要做的事情是用现地的材料漂流木跟石头去做类似是石阶或者类似阶梯，但是它背后的那个土石会一直不断的滚落，会在这个阶梯形成一个一个斜坡，慢慢的如果将来我们找到其他路绕过，不再走这条路，它就会恢复跟旁边的绿的是一样的，然后就不会再往下冲刷啊。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主张呢，应该用这种方式减少它的冲蚀，现在还可以通行，但是长期来说要改道啊。那这一段后来就是由这个原住民工班把它做完，然后后来旭海的应该说阿朗伊的导览解说员，他们每一段时间就会去用现地的材料去重新补，只要哪一个阶梯坏掉了，他们就去把它补，所以它是常态维修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好，那也因为这样，当地人后来这个包括屏东县政府，他们划设了自然地景保留区，然后辅导当地的生态旅游产业继续发展啊。所以现在呢，保留了这个天然海岸，然后呢，当地人也从中也可以得到他生态旅游的经济，然后发展他自己的在地游程的特色啊。好，那手作步道其实也可以作为环境教育的主题啊，不管是对于企业，或者是对于礁山啊，你可以看到这是在福州山，台北是第一个手作步道的点啊。原来这个地方就是会积水泥泞，然后大家就想要继续把这个水泥铺下去。后来我们做的做法很简单，就是把下边坡挖低，让水可以往外排啊，然后设导流沟。那因为是在礁山，所以步道强度就做得很强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做得很强。好，也包括说我们开始去研究古道，刚刚我有讲到说那个挑扁担的，在暖暖古道也是这样，然后暖暖古道后来啊，现在他们用工程的方式也整建的跟手作步道一样啊，也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去办了这个活动，然后去找出这个传统工法，然后这些工程设计者开始转向用手作步道的方式去做啊，一样可以恢复古道。那这是在活动我们所做的，就是你可以看这张图就知道，所谓的古道维护为什么可以复旧如旧，并不是石头是同一颗啊，而是呢它的样子基本上没改变，对不对？这个地方的石头坏掉了，我们拿一颗石头来补，这个石头坏掉了换一颗石头，这个换一颗石头，但是大体上看起来还是一样，对不对？所以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啊，结合社区的生态旅游、志工的参与，然后它里面有对志工的环境教育的成分啊，那这一些都需要经过政府的授权、专家的带领、社区跟志工的参与，三者缺一不可。好，这个三个
的合作，才能够确保未来要做的步道长长久久。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有一些这个参与过一两次手作步道的志工，他可能觉得哎他会做，对不对？然后他就不经政府同意，没有专家带领的情况之下，自己到处去做，对不对？那这可能就会让他的考虑其实没有那么周全，然后但是大家会以为这就是手作步道的结果。好，所以我们其实呢，透过这个手作步道啊，可以解决刚刚所说的，当大量的游客涌入山林的时候，硬体的问题。然后这硬体的问题不是要求游客自律，而是要去影响到政府、跟社区、跟一般民众对于步道的想法，用常态维护的方式去取代那种一次性的设施。啊，好，那我今天讲的这个部分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请小天使来跟大家说接下去的安排？啊，特别是户外课，对不对？还有作业的要求，对不对？好，我们先谢谢林谦老师，今天总公布了一堂课，